个框。开机，做啥呀？机先开嘛。六寸的，好。现在量一下这里面多宽。现在这里面我们给你给他调了170，到时候他要做大卷的，就可把了这一个拿掉，啊，这个螺丝是要拆掉，四个螺丝拆了从这里拿掉，然后这一个。可以把它放到最边上，就在了这一个呢，它有这个烧焊的地方啊，把了这个要移到这边来，移到这边就可以了，它可以做这个大卷了。然后它如果要做200的，它就是这样再调过一点啊，调过一点，然后这边也要根据这个槽也移过一点，对准就可以了。啊，这里面它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个弯头啊，过来，这里面要平，如果再要这里面做的还要窄的话，就把这个再往这边移啊，再移一点，应该这是最小了，我们这个螺丝也没了，可以接起来。没有手势，是什么？啊，过得先，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一般这个都是7到8个花。